底层铺满鲑鱼、玉子烧和柳叶鱼软醋饭，第二层还不惜下重本，一片片叠上日本海胆，最后顶端再做出栩栩如生的鲑鱼玫瑰，三层高的寿司蛋糕大功告成，美到让人舍不得动筷。他那个蛋糕我就说，哦，太有创意了，做得很精细啊，有很感动。阿问说，做菜色香味缺一不可，所以每道菜不但要抓住消费者的胃，还要吸睛。先淋上去，那酒精浓度非常的高。这道火焰牛仔骨是取 Prime 等级牛小排先炸后烤，拉过油后吃起来更酥香，再和入洋葱、彩椒、黑胡椒酱爆炒，最后通通放上铁铲。重点来喽，居然是在上面点火，再淋上酒精浓度高达80%的烈酒，噱头十足，还很入味。酒香渗入牛小排，微苦又回甘，好滋味令人醉。